明末代一朝明报铁掌，铁掌分明万恒，有名的道祖弄铁掌分明万，明万谁铁掌？没有啊，谁可以走？哦，有大雁，一头就被变成了名。有大，一头。就变咋怜悯悯耶稣我亚刚三界二三天，恩主你怜悯，亚主，亚主你怜悯，亚主你怜悯。有达也逃就变成呢命耶稣我呀祝你怜悯呀祝你怜悯有达野桃一道就变咋呢变咋呢鼻子的 strengthening 鼻子的命耶稣我去耶稣那呀祝你怜悯祝我免祝你怜悯祝你就是 kiss 亲嘴又打野桃就变咋怜悯耶稣我呀祝你怜悯也祝他的脸也就是跟他亲嘴瑶族就像一只风筝飘落遥远的泰国地兄弟天涯两分离何时才能再相聚啦啦啦啦啦啦瑶族兄弟在何方家乡亲人在盼望啦啦啦啦。